对，以前天气好，看得非常清楚。以往我们直播里看不到这样的清楚的。你看这个，这是非常，这是同时抵达，啊，非常漂亮，干的。哎呦，落地了，落地了。好，应该确定，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，报告完毕。你在适应的过程。他这个时间上呢，也是不是太好。返回舱的那个降落伞，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，因为这边一片大戈壁。另外一个就是，回来的感觉非常好，非常太空的感觉真的好。这次我们3个月的太空之旅，完成了大量的空间站建造任务，以及大量的科学实验，在闲暇之余也领略了太空的深邃和奇妙。猛士讲。 正在向落点搜索。就证明我们管路是好的，就没有泄露。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，北京时间今天的10:00，就像他们所说的，下一步，个人的幸运会变成祖国的幸福。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家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，将会有更多的航天员来刷新记录。 创造中国高度，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也将不辱使命，不负重托，再立新功，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奋斗。Thanks for watching Bloomberg Quicktake Now.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to see the biggest stories the moment they happen from around the world, and tune in to our 24/7 live stream for global news coverage, interviews, deep dives, shows, and documentaries on the stories you care about.